杀出重围，夏日灭虫大作战，驱蚊平等有没有？我最近才刚买哎。写说哦，可以驱逐蚊子、蟑螂、跳蚤，也只要400-500块这种东西，那根本就是骗人的哦。但是一般消费者他不知道嘛。还有老鼠也不会来，他是这么写。这个音频一弄，你把它驱赶到，范围缩小，它更容易繁殖，所以哈，对这个整个环境是更不好。仔细把它放大声的才是。今天晚上10点，小心打跟班。